网友买了36张老底片，那上面却出现了一堆人在那个一堆人里面上面打手印，那请问会不会对这个网友有影响？我感觉哦，这个照片比较像是他照片没洗好，其他另外一张照片的影像重叠到他原本的这一张照片。假设是我好了，会对我有影响吗？不会，不会，不会。中国哦，有民众投书了，他家隔壁邻居在马路上盖一座坟墓，这样子，他正对的就是这户人家的门口，对方也就是仗着就是自己的势力，就是掐压呢。那请问这该如何化解？正对着他家的门口，对对对。那如果他的坟墓前面盖了一栋大楼，这个对他坟墓不好，对这个坟墓的后代子孙也不好。他这个坟墓哦，从这张照片看起来没有办法看到说他这个坟墓的前面的房子距离他多近，然后多高。如果越高，这个煞气就越重。哦，对这个坟墓来讲，对这个坟墓来讲，那是不是影响这个坟墓的风水？那影响这个坟墓的风水，他后代的子孙就会不好，他会先败啦。如果这个坟墓的煞气很重，也许会有事。那通常这要怎么去防范？是上八卦镜吗？还是什么？如果他这个有煞气，要把这个煞气封起来。嗯嗯，对，就直接对那个坟墓做结界。对对对对。哦，那至于是什么法术，就是我们之后再私讯老师。对啦，有兴趣的人再私讯老师。如果你说啊，我简单一点的话，那当然你就先买个山海镇八卦镜，先把它镇住。哦，就是摆在门口。对对对，也是可以的。